一到春天就是賞櫻的季節，但而家唔使到日本啦，去東涌都有櫻花睇。想去東涌看櫻花，第一站是赤鱲角南路觀景山山腳。由東涌站出發，大約行15分鐘就到達。現在路邊的10棵櫻花都已經盛放，形成一條櫻花樹徑。而在對面馬路更種植了80棵廣州櫻，變成櫻花樹海。配上背景的昂坪360纜車更有特色。不過櫻花樹下遊人太多了，建議打卡要趁早啊。下一站就是東涌海濱長廊，亦是最新落成的景點。只要沿著海邊向碼頭方向行，大約10分鐘就到達。這裡種了8棵廣州櫻，現在已經盛放。加上長廊有不少打卡點和無敵海景，最重要是遊客少得多，可以舒舒服服地賞花兼賞景。
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，记得订阅和按钟仔啊。